好，那接下来就是 tank 的训练。那 tank 的训练的话，这两只小狗，这两只玩的是真的疯。不过这些都无所谓。我看一下，如果太过分的话，我要稍微阻止一下。Yes。好，那么接下来就是 tank 的训练。那 tank 最近表现得不错，他学东西学很快。他在一些 yes， 他在像这样子的干扰下，哪怕有这个黑手在旁边干扰他，他也是可以表现得还是不错的。是第八天 ，tank 很聪明，那毕竟他还是一个工作，毕竟他是工作犬，工作犬的服从性啊什么的，其实如果你会的话，他们还是很容易训练的。好，我把 shadow 也放出来，因为我得把我让 shadow。把小的这个注意力引开，不然的话小的一直缠着 tank 的话，我也没办法训练。你看，大家看到 shadow 很不喜欢 tank， 为什么？因为 tank 会 tank 喜欢去那个 snap，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狗狗收手，然后他啊 tank， 我把 tank 牵住，快，好 ，yes。好，那么接下来就是 tank 的训练。那么呢，我让 shadow 和黑手去玩，然后我在这边训练 tank， 绳子还是要牵着。虽然说 tank 表现得不错，但是如果不牵绳子的话，他随时就会跑去找他们玩。好啊，黑手啊，不对 ，tank，yes， 啊 ，yes，come。Yes. 啊！Yes. Shadow 很不喜欢 Tank， 因为 Tank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 Tank 他不知道怎么跟狗狗收手，所以说，当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Yes.那 Shadow 就很不喜欢 Tank， 因为当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 ，Yes， 当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Tank 他因为不知道怎么跟狗狗收手，然后他老是去咬 Shadow 的这个腰这个地方，或者说可以说是胯部这个地方，还有他这个肋骨这啊 ，Tank，Yes， 然后呢，搞得 Shadow 很烦他 ，Shadow 喜欢跟小的一直玩，但他不喜欢跟 Tank 玩。因为你想想看，就是第一次，如果有人第一次跟你见面，第一次哦，第一天见面 ，yes， 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然后呢，直接干嘛？直接戳你肋骨，这样戳你肋骨，然后呢，还拍你裆，你说你会是什么反应？夏子就差不多这个意思，他现在，所以他现在就一直躲着 tank。不过经过我稍微一点点纠正，tank 现在不太会，还是会去了，但是他会至少会听到我的阻止，然后会收敛一点 ，yes。那我们看一下 tank 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训练得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所谓的坐下趴下，还有晃回定 yes， 停 come yes， 然后呢我还得指望 shadow 能教育他一下，就是不要那么的粗鲁，但是小丑现在懒得教育他，小丑是躲着他 ，yes， 所以说这两个就连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个就孤立 tank， 不无所谓，这样子的话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训练环境 ，come，yes， 好，我现在看一下他去跟 shadow 互动。如果他愿意去跟小的互动也可以，但是他必须要讲礼貌。Tank free， 你不去吗？好啊。好，他现在去玩。Yes， 他只要在我面前，我就会肯定他。OK， 很好。他现在，我就找他这个分心的时刻。Tank come。Yes。Yes.
Yes. Tank, down. Tank, down. Tank, down. Yes, 第三次成功，很好。好，那现在我会稍微中断一下，让它自由活动一下，然后再开始训练它。Yes， 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样子，就是他跳舞，我就转身，直到等到他坐下的时候，我才奖励他。Yes， 像 Tank 的话，他可以开始再接受稍微再复杂一点的训练了。我之后应该就会准备再教他一点东西。现在这个阶段，他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Yes。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他跟 Shadow 关系稍微好一点。 Shadow 老师很烦他，现在 Shadow Shadow Come Yes。 那我还是希望他跟 Shadow 关系好一点，那 Shadow 现在很烦他，你看 Shadow 都不想靠近他，因为 Tank 就是那种就是疯子一样的，然后 Shadow 就很烦。Yes. Shadow, 过来。你看 ，Shadow 要躲着 Tank 走，你看到没有 ？Good boy. Yes. 你看 ，Shadow 就不是一个副转啊啊。Yes.那 Shadow 也可以帮我教育这个 Tank， 像刚才 Tank 这样子朝他冲过去， Shadow 马上叫两声让你走，让他走开，然后 Tank 也就走开了。然后当然了，双管齐下，我阻止他， Shadow 也阻止他。这就为什么说一个好的狗，它可以这个就是帮你教育狗狗。所以说狗跟狗狗的 social 并不在于就是说要跟多少狗接触，而是要跟尽可能的跟好的狗玩。Yes， 但这两个一开始，你看小的这只黑手，它一开始很怕 Shadow， 现在这两个人反正就是随便闹，我也不管了。小心 ，Tank，Yes， 但是 Tank 它是什么 ？Tank 是一冲过去直接是朝 Shadow 就大概兜这个地方去 snap 人家 Shadow 立板。啊！那 tank 是什么 ？tank 是那种就是他直接一冲上去，直接就朝人家兜，就是大概兜这个地方，或者说小手腰那个地方去咬，去 snap 也不能算咬，他那个算 snap， 因为腰这个地方是一只狗最敏感的部位，所以说。你老是这样去戳它那个地方，或者去那另外一只狗一直去咬它那个地方，它会很烦。然后 Tank 又很喜欢干这种事情。那小狗黑手可能不介意，但是那个，你看，就是像这样子，下腿就一直躲着它，大家看到没有？下腿就一直躲着它。Yes， 它上去的话就是直接扑上去，就是如果你玩归玩嘛，你扑上去它直接咬 ，snap。这又为什么说大型犬？或者尤其是那种工作犬，家里，yes， 尤其是那种大型犬、工作犬，家里尽量有小孩的不要养，就是这个原因。你想想看，他现在是咬的是 Shadow 还好，他脾气好。如果换只脾气坏的狗，可能就咬回去了。那Shadow 最多就是叫两声，让他 get off， 让他走开。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家里有那种小女孩的话，才弄两三岁，这么大一只狗，两三岁，像刚才那样子，就是小女孩在前面跑，她这样子扑过去，大家想想看，那是什么后果？你看到没有？又去跑去咬Shadow的脸。那不过当然了，Shadow可以帮我教育。你看Shadow叫两声，其实她也会怕的，她也会那个，但是她就忍不住，因为小孩子她就嘴贱，就忍不住。Yes。
不过慢慢的慢慢的就是通过我的阻止加上Shadow的阻止，他可以慢慢学会怎么跟狗狗那个啊相处。你们两个能不能走开一点玩？其实 Tank 是很想跟Shadow玩，他只是不知道怎么玩。你看就像这样子，刚才那样怎么样，就上去直接咬Shadow后腿。你说Shadow，你说Shadow防不防？那之后我会出一期视频，就专门讲就是怎么就是狗狗之间的 socialize。 不过经过这样子一两天的，就是昨天我才第一次让 Shadow 跟 Tank 相处，那经过这样子一两天的这个啊、这样子玩的话，今天 Shadow 对 Tank 态度已经好很多，然后 Tank 也已经收敛很多了。 Yes， 只不过 Tank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你就是说你那种玩可以，就是两只狗那种配拜是无所谓的，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两只在那边咬来咬去，你咬我我咬你，这个是没关系的。好，那我最后一点点训练完，然后就让他们自由活动。 Tank 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就是在这两个在旁边跑来跑去，他还能就是听我的指令，已经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表现了。 Tank come yes。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的镜头，就是又是那样子，就是你看 Shadow 都不想靠近他，都怕靠近他，为什么？这小子一冲上去就是朝人家脸去咬啊，不能，还是那句话，不是咬，是那种就是幼犬经常会干的这种事情，尤其是那种动力特别高的狗经常都会干的事情。 Shadow 小时候也会这么干啊、尤其是冲着小女孩或者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干，不过慢慢的可以让他去改掉这个习惯。夏总，你知道你小时候多讨厌了吗 ？Yes， 不是你们两个能不能走远一点？那这就为什么我说不要去一次养两只幼犬，因为两只幼犬两个都不知道正确的就是跟狗的收手的方式，他们没有一个就是啊、年长的狗去教他们该做什么，然后两只幼犬尽学都是学那种坏的东西。因为 Tank 他主人就只有一只狗嘛，那 Tank 从来就不知道怎么去跟狗狗收手，所以说他上来的那种方式都非常粗暴。如果大家去翻我第一期视频的时候，Tank 直接去凶这只小狗，不过当然后来我有阻止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完全不知道怎么跟狗狗收手，所以说 Shadow 要帮我教育他一下。不过 Shadow 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了， Shadow 的作用比我大。好，我看一下他们两个，你看 Shadow 连理都不想理他，直接从他旁边绕开。 Yes， 啊，都在跟大家讲解，没怎么好好训练，不过我现在就是来几下。Tank， 这样 ，Yes， 非常漂亮的这样。Tank， sit，Yes，Tank 在这三件事情上，他基本上已经这样还差一点，但是就是那个晃回还有这个坐下，他已经算是掌握的相当不错了。好，给大家稍微讲个重点。然后手拿开，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就我数了有点长了，其实我数三声五声，就是他趴下三声五声之后就可以奖励他，十声的话可能就十声就是十秒钟可能已经是这个 tank 的极限了，趴下的极限。 Yes， 他自己趴下了，赶紧奖励。我最喜欢的狗狗就是自己能做到它那个行为，而不是我要求它做的时候它才做，这个很重要。 Yes， 然后再巩固它一遍，就是说这个行为非常棒，我很喜欢。它自己做到的事情永远是学的最快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Yes， Come。 Yes，不错，表现得很好，这才第八天。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现在继续让他们就是在这里自由活动一下。你看大家看那两个，我就让他们自己自由活动一下。
不过大家还是记得啊，狗狗之间的 playback 是没关系，但是那种冲上去直接咬，直接咬人家那个就不太对了。你看这个就是过分了，刚才就把那个小狗给咬疼了。有没有拍到？刚才好像没拍到。啊，你看，就是 tank 玩起来就很过分，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把小狗咬疼，所以说我得盯着他们两个玩。好，好，真的不开玩笑。如果 Tank 这个换一只脾气不好的狗，估计已经被咬死了。我就让他们自由活动一下。不过当然，我必须得盯好他们，因为这两个没关系。因为小狗反正它再怎么咬，它也咬不疼 Shadow。但这个毕竟是大狗，你知道吧？它跟 Shadow 就差，看起来其实差不了多少了。而且以后它会比 Shadow 更重。快！看 Shadow 平时也会叫的，只不过说他能听得懂我叫他安静的这个指令而已。而且我也从来没有不让他叫，他也会帮我在警告这个 Tank， 就是稍微安静一点，因为 Tank 有的时候玩起来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说我现在要尽可能的就是教会这个 Tank， 就是跟狗狗收手的方式，阻止他太过分的行为。你看 Shadow 想融入，想跟他玩又不敢。你们两个到底是谁怕谁？啊啊啊！好，那我就让他们这样子玩一下，当然我要看好，然后等一下就那个，看 Shadow 都不敢靠近 Tank。